那也没办法啊。其实昨天哦，李锡坤你在讲说哈，说政治人物要有什么给人民希望啊什么。可是我倒觉得，你知道，我自己当市长四年的经验，你知道，其实真的为政在耐烦。因为你说像要拆掉忠孝桥引道，拆掉环南市场，拜托，这些计划都是二十几年前就定了，可是都从来没有在执行，为什么？因为大家就不耐烦嘛，要想到说哇，我要跟这么多住户沟通，每个都跑掉了，我不晓得别人怎么想，对，至少对我来讲嘛，务实，你知道哈，吃苦耐劳，把政务这样做完，这是我的理念的，所以我也不觉得说我选举那个哈辩论就要这样搞得很花俏，我也不太赞成。啊，公民檬爆红，那也没办法啊。